我叫陆芬娜，我有糖尿病，想找顺势疗法医生帮我度身订造处理方案。我的病其实是由我婆婆走了之后开始的。我那时成日一个人匿埋在家里喊，开始失眠，半夜乍醒就很难再睡得翻，又会生唇疮，吃完糯米嘢就更加容易生。我喜欢吃咸嘢，所以成日都会觉得口干，下唇仲成日干到裂开添啊。糖尿病症状冇咩喎，唯一就是成日头痛，好似俾好多个锤仔喺前额同云睛用力咁作。朝早10点到下昼3点痛得最厉害，晒完太阳之后就一定会痛。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会去海边，静静地一个人，千祈不要过来安慰我，我可能会控制不住，喊到收不到声的。这支就是我的个人化顺势疗法疗剂，我会回去慢慢吃的了。想知道更多有关糖尿病的顺势疗法个人化处理？7月22日来新医馆参加由香港顺势疗法医学会举办的展览和讲座，将会由国际知名的会长杜嘉伦教授主讲的。